你为什么要把药偷偷扔掉？今天我看着你吃。我没有病，我不吃药，哥哥救我。你不要发疯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哥哥。你看，哥哥就站在那边，你看不到他吗？他只是你的幻觉。他不是。主人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每天把我自己关在家里，都没有人陪我玩。你好，我叫七宝，以后我就是你哥哥了，我可以陪你一起玩，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有哥哥了。小圆子快接住。快吃吧。哥哥你不吃吗？我是哥哥，就要把好吃的都留给妹妹嘛。小圆子你别哭了，以后我保护你，没人敢欺负你。七宝你说话呀，告诉他你不是幻觉。其实妈妈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因为你太孤单了，所以才幻想出来的。但你还是要面对现实，好好治病，以后你一定会有和我一样爱你的哥哥陪在你身边的。哥哥你别走。哎，小圆子你别这样，都是妈妈不好。我又出现幻觉了吗？不是幻觉哦，以后你就有他陪着了，再也不会孤单了。你好，我叫七宝，以后就是你的哥哥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又有哥哥了。